你手上也选了一块腕表，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它吗？嗯哼，我手上这个腕表，因为它是今年的一个最新，是一个新款，嗯，但是呢，它也是就是那个肖邦的一个经典的一种款式设计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我喜欢的一个嗯腕表，然后上面的玫瑰金也是用。对，公平金去那个打造制作的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款腕表，而且配已经是非常合适，黑与白，对对，然后金色搭配非常点缀，非常亮，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小凯手上的表，小凯手好看，我的手捏起来就觉得他的手真的很漂亮。小凯的手，看给你们的福利哦，给你近距离看小凯的手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肖邦的腕表。